由安乐影片打造的 3D 电影《捉妖记》于6月1号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，导演许成毅携主演白百合、柯震东、姜武、悉数亮相。虽然是首次合作，白百合和柯震东纷纷表示此番表演活出去了。白百合表示自己在剧中女汉子十足，甚至自封男一号。柯震东则表示自己彻底接地气了一把，在剧中不仅身体残疾没脾气，还经常挨打。我们俩再碰一下吧，姜武老师打起来是什么样一个招数和帅气的姿态？打架了吗？你好，我有被打。哦，被打也是打，被打跟被他打。嗯，对，白百合，你觉得姜武老师打起来怎么样？虎虎生风吗？姜武老师就基本上那个就太强悍了，我跟他过招就基本上很简单的招。我也得带那个护手。我们两个人有真打了一个招数。而发布会中，此前一直以剪影示人的剧中主角妖王胡巴也终于揭开真容，头上长着绿色小草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小胡巴频频卖萌，与主创互动十分有爱。活动现场，导演还即兴作画，剧中妖王胡巴的可爱形象瞬间跃然纸上。而在当场播放的《捉妖记》制作特辑中，主创们不仅讲述了不为人知的拍摄故事，更是力挺首次执导真人电影的许成毅感动落泪。腾讯娱乐整理报道。